好，我看看这题哦。他说 A B 为多少？为 y 等于 log x， 它 y 等于两倍 log x 的焦点，这样行不行？其实这里不用算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根据我们对数的定义，老师可以知道，只要 x 是一的时候，答案一定是几？零。所以 log 图形都有一个特征，它们避过多少？一零。只要 x 是一时 ，y 一定是几？零。x 是一时，二乘零一定是几？零。所以说图形画出来 ，OK。如果说你不相信，老师用图形来理解，这样行不行？这 log 图形好不好？因为 log 图形有什么特征 ？x 一定要什么数？整数。所以图形一定在右手边，行不行？底数是十，比一大，往上画，好不好？这时候它一定会交于这个点，这个点坐标就是几？一零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好，那这也是一样，你观察一下，这也是一样，你观察一下。哎，这个图形呢，一样，它画出来，对吧？它只把乘上两倍之后，乘上两倍的时候，图形画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乘上两倍的时候，算出来大概是这样子，行不行？它不管怎么样，还是经过10这个点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两个图形交点就是几？1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A 是几？一 ，B 是几？零，好不好？所以 A 是一 ，B 是几？零。那题目一般是求多少？A 加 B， 所以1加0加起来还是几？一 ，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